从这条街过来啊，就是这个公园，这个公园就是这个，这个是这个教堂。哎呀，突然间就热了，这天儿，感冒还没好啊。这边的穆斯林是真你妈多呀！我不是对穆斯林有什么有影响，我主要是看到他那个头套我就烦。这种烦是有审美上的烦，不是我不尊重他们的信仰。一个是头套还是太丑了，而且我觉得他们戴头套的问题呢，也不是说什么他们是尊重什么阿拉，我觉得胡扯。因为你按照阿拉的说法，你是不能见人的，就是女的就不应该出来抛头露面。你出来干什么，对吧？遮上了头发，好像是你好像虔诚了一点，没有用，在我看来，那都不是真正的穆斯林，纯是因为一种传统文化，而这种传统文化所带来的一种审美是我最讨厌的。但这个公园不错呀，这公园是不错，跑步的人还是很多的。